想要和我一起在吉隆坡玩保龄球吗？或者在签唱会上近距离的互动游戏吗？甚至还可以与我在槟城或是吉隆坡拍照，那就赶快拿起你的手机下载 Outlink Red App， 就用来打马非常的期待。然后很高兴受MyFM的邀请出席MyFM新站16台性之外，另外我会也会举办这个王者重生的校园交流会以及签唱会的这个演示专辑的这个交流会演唱会。然后详情时间地点呢，都请关注马来西亚环球的这个官方 Facebook。想要见到我的话，请关注电脑订阅键。